距离60里，窜入我18号海区，继续接近敌舰。距离35里，政委，打吧，再靠近一点。距离25里。全速追击，打掉大舰。484艇报告，主机故障，立即排除。报告，故障无法排除，备用零件又对不上号。国外刚进口的快艇不会作战就主机故障，简直坑人。山椒一仗打得不坏，不，秦主任，是个窝囊仗。国外刚进口的新艇，关键时刻主机出了故障，捏在手心的敌人给跑掉了。冯涛同志，快艇发生这样的故障，也不是一次两次了。秦主任，我们中国人也有两只手。为什么不能更快地造出我们自己的新舰艇呢？你说的完全对。你看，这是什么？海鹰。东港1060厂经过3年努力，已经把海鹰制造出来，马上进行海上试航。上级党委派你去东港，担任新舰艇工委书记，希望你和那里的领导、工人同志、科学技术人员一起，尽快地把海鹰送到海军战士手里。海鹰，报告，海鹰请求加速。海鹰请求加速。问一问，海鹰主机现在怎么样？海鹰。海鹰，主机情况怎么样？长发师傅，长发师傅，主机情况怎么样？情况正常。海鹰主机情况正常。海鹰，前进3。是，前进3。刘志英同志，看样子海鹰要飞起来了。可是我爸爸总说我的步子太快了。是啊，我过去总觉得知英的步子太快。快了好啊，刘副所长，只要能够给海军战士造出新舰艇，再快我老七也不怕。快快快，站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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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爷，看海鹰飞得真快呀。是笑话呀，二姑娘飞得真快，快的还在后头呢。邱丽萍，海鹰前进三跑多久了？整整十分钟了。十分钟了，太好了，太好了。救出失踪人员。当心，稳着点。海鹰，海鹰呢？海鹰已经靠码头了。我得去检查海鹰。哎，长发师傅，有专门小组在检查。那，你在这儿干什么？你算什么设计师？长发师傅，我这就去。师傅，他救你出机舱也烧坏了手。哦。别怨我，怪罪你。知音，咱们底子薄，要造好海鹰，就得多吃苦，吃苦啊！可我没有救下海鹰。哎，师傅，长发师傅，快！上级打个紧急报告，详细检查随后送去。好，哎，小松啊，有事到东码头找我。好。齐厂长。哎，潘总。回来了。这次出国有什么收获？收获不小啊！啊，走走。可咱们厂的海鹰，我已经知道了。事到如今，你也别难过了。全厂花了三年心血造的海鹰，一声爆炸化为碎片，我怎么能不难过呢？厂长，三年前我就认为刘志英的设计是狂热蛮干，不能这样讲。大家都是为了造新舰艇。问题是怎么造？刘志英的设计脱离了我们国家的现实基础，我们只有在国外的帮助下逐步发展。这次出国的最大收获就是引进飞鱼的事谈妥了。飞鱼？飞鱼是当前国际上最先进的新舰艇，国外不但来图纸、来材料，设计飞鱼的何文自己专家还要来场指导。真的？协定书上白纸黑字，还能有假吗？厂长，专家马上就要来厂，厂里这种混乱局面恐怕要……走到东码头去看看刘真他们，等会儿仔细再谈。刘真呢？长发师傅伤势怎么样？伤势不轻。你手怎么样了？没事，厂长，我好，别难过，知音呐，海鹰完了，咱们再干别的，鼓鼓劲儿，把三年的损失补回来。你说什么，厂长？别激动，知音同志，我们三年前的争论，不幸由海鹰一声爆炸做了结论，热情蛮干代替不了科学。潘总，
现在给海英做结论还为时太早。厂长，海英没有完，只要你能带领我们干下去。志英呢，说句心里话吧，现在不是那个轰轰烈烈的年月了，你就是再设计个能飞起来的海鹰，我也凑不出一套材料给你了。走，先把伤去检查一下。我要去检查海鹰。老孙，马上把海鹰拖回研究所。什么？厂长，你就这样处置海鹰吗？知音同志，为了给海军战士尽快造出新舰艇，我现在决心丢下海鹰，我劝你也丢下它。你丢得下，我们可丢不下呀。丢得下要丢，丢不下也要丢。工厂要腾出手来造新舰艇。那海鹰不就是新舰艇吗？是啊，海鹰是新舰艇，但他不幸烧焦了。烧焦了又怎么样？还有一次就成。别争了，同志们，这会儿要好好想想，得给咱们厂重新找条出路。老孙呢，马上把海英拖走。嗯。这怎么行啊？怎么行？一口还要干了，太过分了。齐厂长，不能这样啊，厂长。海英离开工厂，离开工人，可真的要完了。我要给上级写信。可以，我去接新来的工委书记，你有话跟他说好了。走。算了，大姐，别跟厂长顶了，反正海英完了。走吧。做得对呀、啊，海鹰完了，就在飞鱼上找出路。只要我们集中力量，国庆节就可以把第一条飞鱼送下水。嗯，是条出路。集中力量怕有些困难，刘志英他们还一个劲儿要找起火原因。找起火原因谈何容易？要把这么重大的事故查清，起码要三年。三年？三年还不一定找得到。飞鱼既然是条出路，厂长，你可得下决心呐。这个决心我敢下。不知新来的工委书记，这你就放心吧。他是我当年在58团的老搭档。那个时候，人家都说我们是两个身子，一个脑袋。哦，一个脑袋就好。刘志英同志。冯政委，政委，你怎么来东港了？叫我老冯吧。三年不见，你好吗？好，不，不好。快点，快点！哎，你们为什么要把海英拖走啊？为什么群众意见你们一句也不听啊？为什么要拖走？我执行厂长的命令。海英试航失败了，要拖去关禁闭。为什么？为什么？我也不知为什么。你去问问我们的齐厂长吧。老齐，同志，请等一等。首长是哪来的？他到机舱干什么？不知道。怎么说呢，冯政委，给你看了一个烧焦的海鹰。知音同志，
烧焦了也是自己的海鹰吗？说你来呀，玉茹就天天问，到了没有？到了没有？到了，就来家包饺子。钱玉茹还是老样子吗？跟我一样，一丝没变。等会儿拿来吧。阿奇呀。你可真忙啊。忙还进 IP， 这好了，由你来担任工委书记，我这肩膀就可以松一松了。工委书记，来介绍一下，冯涛同志是新来的工委书记，这是舰艇研究所的刘副所长。好。哎，老冯啊，在前方仗打得好好的，干嘛跑到后边来造军舰呢？越在前方打仗，就越想到我们自己的海鹰啊。伙计，海鹰完了，我狠了狠心把它丢下了。刘志英他们对你这样做好像有些意见吗？刘志英的心情我理解，可我当厂长的处境他体谅不到，造船厂造不出军舰，这酸甜苦辣也说不出是哪种滋味。把三年前一堆图纸变成能在前进三跑了十分钟的海鹰，这个进步可要看到啊。进步过头了，现在看到的是失败。才失败一次嘛，总结经验再干。我已经折腾三年了，要干也只能干别的，我们有新的出路了。这是老潘带回来的，瞧人家这个设计多有水平啊。刘副所长，你看过图纸了，怎么样？飞鱼是国外现成产品，会造成的。不过老齐，你也许不了解我，我的名字叫刘自强。海鹰没有完，老齐，我同意你的意见，把海鹰撤回研究所。你也同意撤回研究所？是的，老冯同志，希望你也能相信海鹰没有完。这位老先生，不明白他是个什么意思。我也不明白你。海鹰起了火，连个原因也不找，白费劲了。潘总工程师算过一笔账，要找起火原因，起码要三年。你总不能让工厂关门坐等吧？三年？那是他一个人的看法吧？我们要多听听群众的意见。老冯啊，你还像十年前一样的相信老齐吗？你说的是那个快刀斩乱麻的老齐吗？现在摆在老齐面前的是一团乱钢丝，理不出个头绪。海鹰这声爆炸算是把我炸醒了，还是老潘说的对，在飞鱼上找出路。我们不反对技术引进，但不能把出路建立在外国人身上啊。我们要坚持自力更生啊。这有什么法子呢？自己的海鹰烧焦了，不搞飞鱼，拿什么交给海军战士？好了，你刚到，不谈这些了，先安顿住处吧，住到海边去怎么样？看潮涨潮落，最好住到老七隔壁去，好听你咋呼。
往后啊，听不到老齐咋呼了。哦，气壮点吧，别叫海英一声爆炸把你给炸懵了。厂长就把海英关了紧闭。那个新来的工委书记，他把海英里里外外摸了一摸，看样子怪心疼。哦，可海英给拖走，他连喷嚏也没打一个。你就不跟他理论理论？嗨，理论啥呀？人家说他跟厂长是老战友，两个身子一个脑袋。走，我去找他理论理论。哎，师傅，你的伤？哦，我的伤。海英给刨坑下葬就不是伤，你这脑筋里是怎么想的？那你走，长发师傅，咱们大伙一块去找工委书记，问问他到底是领着工人闹革命还是不准革命。不准革命，好大的帽子。师傅，就是他。你们都在啊？哎，坐。老婆，坐坐。长发师傅，你的伤好点了吗？师傅的伤倒没什么，海英的伤可叫他心疼啊。你是工委书记，你可要为海英说句公道话。海英是条什么艇？工人们为什么宝贝他？你这个当海军的心里当然明白，可齐厂长他，哎，怎么能一回事不成就砍掉呢？是这话呀，同志，我老了呀。打14岁就给北洋水师修机器了。那年月，帝国主义军舰像蝗虫一样从海上爬上来，烧杀盗抢，无恶不作呀。咱中国人赤手空拳，无依无靠啊。我们盼呐盼，就盼着咱中国人也有造出好军舰来这一天呢。哼，好容易盼出个海英，可齐厂长他为啥要把他砍掉？说得好啊，老同志。你问齐厂长为啥要砍掉海英？有人给他算了一笔账，说找起火原因最少要3年。3年？他是怎么算的？唬人吗？这话谁说的？不信他这一套。对，不信他这一套。老师傅们，光着急不行啊。要想不砍掉海英，咱们就得想出具体办法来驳倒这个3年。哎，你不是书记吗？你给想个办法呢。书记的办法要出在同志们身上，我就是浑身是铁也打不了几根铆钉啊。来，我们大伙儿一起来合计合计。好，合计合计。正等你回来看我找到的例证呢。哎，着急没有用，志英，只要海英能撤回来重新研究，一切会有希望。爸爸，不能撤。不能撤，我要求连您也撤回来，下决心钻他几年。你那一套关在房子里的研究方法不适应形势的要求了。不适应？那你让党委撤我的职好了。不，爸爸，撤我的职好了。啊，老冯同志。冯政委，爸爸，我这和冯政委要求呢，去考体育学院当个游泳健将。什么？健将？你不是立志要跟海英造螺丝钉吗？谁还造那个吃苦费劲不讨好？我现在的理想是当游泳健将。哦，你的理想是不吃苦费劲儿。哎呀，小妹妹，看来你只能游泳，不能成健将。你不相信，那就等着瞧吧。
对不起啊，老冯同志，我的两个女儿都跟我闹矛盾。是闹矛盾，矛盾还不小呢。好了，快去倒茶来招待客人，这我们俩总没矛盾了。去吧去吧。海英试航失败了，她很苦恼，我也不愉快。你来的时候心里大概这么想，海鹰一艘一艘的飞向大海，老冯同志，我给你吹点冷风怎么样？我正听着呢。生活总会告诉你另外的东西，海鹰一声爆炸，三年两载是飞不起来的。爸爸，这种泄气话你少说两句行不行？我的话他是最不要听了。是啊，人老了说话容易使人泄气。泄气还好，可别拖着别人往后跑。你只想大步前进，全部考虑失败的后果。要想海英不完，只有撤回研究所，下决心钻他几年，这比判他死刑好啊。爸爸，电话。哦，坐一下。好好。冯政委，再见。冯政委，别听我爸爸的话，他的话会动摇你的决心。海英即使炸成这样，我仍然有信心使他飞起来。你在想什么，冯政委？是我讲的不对？你的话没有错，但也没有全讲对。我在想，潘总上师为什么那么吹嘘飞鱼？齐厂长为什么又要游风海鹰？还有你爸爸刚才说的那番话。知音同志，你有信心叫海鹰重新飞起来，这很好。你能不能把你的信心拿出来和有些人辩论辩论？比如说在下星期的工委扩大会上。工委扩大会？对，专门讨论海鹰问题。假如你相信真理在你那儿，你就勇敢地拿出来去说服齐厂长，说服你爸爸，说服大家。要知道，真理不变成群众的思想行动，你个人的信心有天高，海鹰也飞不起来呀。恭维来了。哎，刘知音好像不知道这个会要给海英判死刑呢。他的心情可以理解，到底是花了三年的心血，这也是没办法的事。科学是无情的。走吧。同志们，上级党委最近派冯涛同志来主持工委，加强新舰艇的生产领导。大家都知道，我们厂花了几年心血的海鹰烧焦了，往下该怎么办，意见有分歧，希望大家把意见摆出来，帮助冯涛同志了解情况，也便于工委下决心。我发言。海鹰是一个摆脱依赖外国，迅速发展自己舰艇体系的尖端项目，一出事故就砍掉。不是谁要砍掉他，是他自己起火爆炸呀。那又怎么样？谁能保证尖端一攻就成？潘总也常跟我们说，外国人失败的例子也很多嘛。我插一句之言，我的意思是说，搞科研新项目不能一步登天。既然这样，那么海鹰才失败一次，为什么连个起火原因也不准找？这，请问在座的领导同志吧。潘总工程师，听说你算过一笔账，说找起火原因
要花三年时间。三年，这么长，请你把这笔账算给大家听听，可以吗？对，让潘总说说。是，潘总啊，你大胆说嘛，好让老冯同志多了解些情况。好，我说三年，在座的同志可能会感到惊奇，可是仔细一算就不奇怪。海英有10000多个零部件，几千份图纸，研究所和我们厂共有20几个工程师，一年以300个有效工作日计算，每个零件翻一遍，日夜加班也要干三年。时间太长。而飞云呢，最多只要花半年的时间就可以送下水。潘总的看法是有道理的，要花这么长的时间找原因，是不如搞飞鱼有利呀。刘老，您是权威，谈谈您的高见吧。潘总工程师，海英烧焦了，我能高见什么？我要说的只有一句话，我这双眼睛不希望看到在我们的海上跑的都是外国造的军舰。这，我们要面对现实嘛。我不能同意潘总刚才的算法，海鹰是有10000多个零部件，但是机舱起火，难道连船头的毛利也要翻一遍吗？刘志英同志，海鹰是尖端产品，出的是空前未见的爆炸事故，三年能不能查出原因还很难说。不一定。按照潘总的算法，光靠20几个工程师，三年是不够。可工人呢？造过海鹰的工人有成百上千，我们能用2只手造出海鹰，就不能用2只手给海鹰找出毛病？我们也算了一笔账，大家听一听。自己造的零件自己查，可能起火的部位重点查，这么算时间最多只要多少？3个月。师傅，小杨，把本子给我看看。我们一定争取找到这个比较厉害的。长发师傅，你这个算法我都没想到啊。老冯同志，我认为工委会可以考虑这个意见。对，请老冯同志说说海鹰该怎么办。我们要尊重科学，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查起火原因，要3个月就干3个月，要3年就干他3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有2种算法，大家可以比较比较。我认为长发师傅的算法，算出了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坚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决心，一句话，算出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我建议工委会同意长发师傅和刘志英他们的要求，拖回海鹰，查明起火原因。潘总工程师，海鹰这么办，你看行不行啊？可以，试一试。老七，你看呢？对，请齐厂长表个态吧。那就先这么定吧。冯政委，原来你的决心这么大。不，决心是造海鹰的同志们下的。厂长，试就让他们试吧，3个月以后我们再讲话。不能这样干，我要找老冯好好谈谈，
这种时候再不给他提个醒，那就害了同志了。解放东港时的芦苇荒滩变成了灯火辉煌的造船厂，不错呀，老齐。不错，你知道老齐这些年来碰了多少钉子，捏枪杆子造军舰，不懂科学呀。你有点情绪吗？工委会上决定搞海鹰，你好像不大同意。我并没反对呀。打心眼里赞成。谁说的？不反对就赞成，这是什么逻辑吗？有意思，你的话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呢？糊涂就糊涂吧，慢慢就不糊涂了。我就是这么过来的，今天晚上咱们好好谈谈。老齐啊，别消极，工委会支持群众要求，你不要觉得影响个人威信。威信什么？能把海鹰搞出来，就是把齐大同三个字倒着写，我也心甘情愿。看来你心里疙瘩还不小。海鹰失败后，群众都在看着领导，我们可要把好方向。这我跟你没矛盾，问题是做领导的要面对现实。哦，你以为我对海英毫无感情是不是？三年来他像把钩子勾在我的心上，你知道吗？我知道，可现在老齐的心又被飞鱼勾上了，对吗？海军战士伸手要舰艇的心情你应该比我体会深刻。现在是困难时期，先集中力量搞搞飞鱼有何不可？你就不怕鱼骨头卡住你的喉咙？不要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他们对待马列主义的态度难道你就看不出来？别把人看扁了，同志。老齐在政治上还没有糊涂到那种地步，在理论上咱们是跟他们有分歧，但现在是造军舰两码事，我们不能把政治原则和造军舰截然分开。你呀还是那个脾气。退一步说吧，引进飞鱼人家是在协定书上签过字的，总得讲个信用吧。有人对马列主义的原则都可以背叛，写在纸上的信用就那么牢靠？老齐呀，团山礁战斗我有个亲身的体会，靠别人过日子那是没有好日子过的。建设强大的海军要按照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要靠自力更生啊。我不是不想造海鹰啊，是等将来再搞。老冯啊，我莽撞了十年有一条体会，造军舰靠科学不是靠憋气。不对呀，老齐，我这回就是憋了气才来造军舰的。危险呢，伙计，你在走我十年前的路。那时候我也对上拍胸脯，对下骨干劲儿，这样就造好军舰了。不成，主观愿望老跟客观效果打架。变了，你和十年前不一样了。是不一样了。从前呐，老齐像盆火一扇就着，可现在我磨了十年就磨出来这点进步。一个危险的进步。老冯，来尝尝口味怎么样？嗯，不错。老齐来，自己动手。怎么样，擀盆的技术有进步吧？今天你来他才肯动手，平常啊可净吃现成的。你看
吃现成的可要受气呀。多月过去了，海英找起火原因连个影子都没见，飞鱼要抓紧，全场就靠他了。和文斯基专家对兵分两路很有意见，他说我们厂搞海英是对飞鱼不友好的表现。哎，不能这样讲，我们搞飞鱼可是真心实意，你向专家解释解释吧。厂长，最好的解释是行动，飞鱼技术力量不够是个大问题。专家对刘志英很有兴趣，他多次表示希望他来搞飞鱼，把他调来吧。刘志英不能调，他是老冯搞海鹰的左右手，挖墙脚的事儿不能干。潘总，潘总，这张飞鱼主机20号图纸上有三个数据对不上号，你看看清楚，不会对不上号。是对不上号啊，潘总，我看图纸有问题。国外图纸会有问题？你这什么思想？人家何文斯基专家的水平没你高。那这张图纸怎么去做？图纸怎么规定你就怎么做，对国外的技术我们要端正态度。哎，邱丽萍同志。冯政委。怎么回事？图纸对不上号，潘总还训人，你看。你研究研究好吗？好，走吧。老冯同志，老冯同志，快去实验室，起火原因找到了。6-6号材料不适应海上高速引起的高温，在前进3起火爆炸，很好嘛。
那我们下一步就要集中力量解决66号材料问题。刘副所长，这是个解决不了的问题，老冯同志。646号材料是目前国内最好的材料。原因找到了，鹿毒死了。这种事儿我碰到的多了，听我的话，咬咬牙下马吧。上级面前我去说话，写份检讨，把这件事情了了他。咱们手拉手，集中力量扑在飞鱼上，把海鹰的损失捞回来。怎么样，老冯？伟大的祖国有18000多公里的海岸线，海域辽阔，海疆富饶。过去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大多是从海上来的，所以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建立强大的海军，只有靠我们自己的自力更生。现在海鹰遇到了新的困难，造海鹰的人也面临一场新的考验。有的同志说海鹰的鹿毒死，还有一些人想往我们脖子上套绳索，要把我们拉下马。同志们，风来了迎上去，雨来了冲上去，哪怕是地动山摇也动摇不了我们的决心。海鹰只有在风浪中才能飞起来。星期天还在忙海鹰啊，看看这个吧。国际海洋动力学会邀请书。你又要出国了？不，这次啊该你去了。你需要打开天窗，到国外去开开眼界，看看那些有名的专家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这是何文斯基专家特地叫我送给你的。哦，专家倒关心我了。你以为只有老冯他们关心你吗？志音，听我的话，狠狠心丢下海鹰吧，咱们一块搞飞鱼，这样你就可以做出成就，到国际会上去做学术报告啊。报告人家的飞鱼？对呀，在飞鱼身上寄托着我后半生的事业和理想。志毅，
跟着专家走，保证有你希望得到的一切。谢谢你，潘总。这条路我不能走。不能走？为什么？我要搞海鹰，就是你们所说的烧焦的海鹰。你想一鸣惊人，这我理解，但是路走错了。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要造出一个超过别人的零件都是很不容易的，更何况海鹰呢？来飞鱼吧，我和齐厂长还有何文斯基专家都向你伸出欢迎之手啊。可耻，在外国专家外国东西面前，你这个人太没有骨气了。刘副所长。哦，老冯同志还在找例证？是啊，我找到了重要例证。1905年 Fox 号主机烧毁采取的办法是刘副所长，咱们出去走走透透空气好吗？啊，好啊。到海滨去看比赛。什么比赛？志华他们的游泳比赛啊。哦，人家不参加了。走走走，这孩子兴趣太广，可就是一碰到困难就转向。这不，螺丝钉不肯造了，游泳健将也不想当了。是啊，一个孩子的成长是这样，干革命造军舰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的海鹰3个月前要是拖回研究所，恐怕今天也找不到起火原因吧。嗯，是这样。哦，老冯同志，你走吧。你的话很有哲理，可我是个搞科学的，不能在看不见路的时候闭着眼睛说有路。海鹰在县城的路上是飞不起来的。刘副所长，我们都希望你放开眼界往前闯。我是闯了几十年的人了，现在我越来越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到海鹰组的群众中去吧，你会从他们身上吸取到无穷无尽的力量。哦，知音同志。哦，冯政委。这么早啊？冯政委，你的政治学习抓得真紧啊。不抓紧不行啊。每一个海军战士都知道，辨明风向，认清潮流，对取得战斗的胜利是很重要的，造海鹰也是一样。
冯政委，这些日子我一头忙在海英上，政治学习放松了，今后我一定挤出时间看书学习。我前天给你的飞鱼图纸核对过了吗？哦，我反复核算过，问题很大。如果照图施工，造出来的飞鱼只能是条浮在水上的死鱼。你看，这样重要的三个数据不对号，真是有点奇怪。这种不对号，不是技术上一时的疏忽。知音同志，我们造海鹰的人，眼睛里可不能只有一个海鹰啊！造海鹰的人，眼睛里不能只有一个海鹰。走，咱们去找老齐谈谈。老潘呢？飞鱼主机什么时候能运来？专家说，他们国内已经装箱了。这个事儿你可要盯紧一点，主机再不运来，就要影响国庆下水了。误不了。专家还谈到海鹰。海鹰？海鹰路堵死了，人家对我们的处境非常同情啊。同情？同情能解决什么问题吗？和文系专家同情可不一样，人家能解决大问题。哦，专家主动提出两家联合试制海鹰，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材料全部由他们提供。会有这样好事啊？厂长，我们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啊。哎，老潘呢？专家怎么忽然对海鹰来兴趣了？专家说飞鱼上我们合作的不错，让海鹰再进一步发展友谊。那他们有什么具体打算呢？赫文斯基专家要求看看海鹰图纸，准备给国内写报告，尽快签署协定。对，有个协定就放心了。既然专家主动提议，咱们也要积极响应啊。来，向上级写个请示报告。这件事要跟老冯商量商量吧，只要能救海鹰，他不会反对的。老齐，老冯来了，快来，老冯正研究救海鹰呢。老冯同志，专家主动提出两家联合试制海鹰，表示海鹰急需的646号材料和飞鱼主机一起运来。飞鱼国庆下水，再救活个海鹰，两手满满的，日子就好过了。来，老冯，签个字，明天就上送。不签字，这个字我不能签。厂长，我们自己的新舰艇不能让别人插手。什么插手啊？人家是帮助解决难题，那就请他先解决这个难题吧。一张图纸出点问题，干嘛把问号画那么大干什么？我问你，联合试制你还干不干？不干。你不干我干，我再也不和稀泥了。联合试制这场官司打到哪儿我都坚持。哎，老齐，老冯同志，如果主权属于我们，在目前情况下联合试制我看也是一条路。爸，你真糊涂。刘副所长，正是在目前情况下，联合试制不
不是路，而是坑，不是路，而是坑。这是我永远难忘的一件事情。小李，参加实弹射击紧张吗？不，政委，参军半年了，头回实弹打靶，就摊上老大哥援助的新舰艇，你说有多带劲啊！打完靶，我就给爷爷写信，他听了准高兴。对，好好打，你爷爷一定会高兴的。我一定努力争取，政委。哎，冯政委，提个问题，大伙都在说，咱们自己的工厂也在绕新舰艇，有这事吗？有，小鬼。政委，要是咱们自己的新舰艇造好了，让我也摊上打一次吧。150度，距离30列，开炮！炮塔爆炸了！小李，小李，政委，咱们自己的新舰艇。就这样，我们这位年轻的战士没有牺牲在敌人的炮火下，却在这种所谓兄弟友谊的援助里倒下了。前天有炮膛爆炸，昨天有飞鱼图纸对不上号，今天又来联合试制，那么明天后天呢？他们还要干什么？这样看专家看联合实质，真太遗憾了。难道人家老冯就是这点不好，神经过敏？厂长，专家等着看海鹰图纸资料怎么办？照给，找刘志英拿图纸，马上送给专家。好。厂长要海鹰图纸干什么用？跟专家谈联合实质。那不行，联合试制老冯同志没有同意。请你注意，我可是奉了厂长的命令来的。谁的命令也不行。岂有此理。喂，接齐厂长。什么？不行，你告诉他领导上的意见分析不要他管，我还是厂长，有权调动图纸资料。你厂长也无权把海鹰的图纸送给专家看。无权？你把电话给潘总。老潘呢、啊、不要跟他纠缠了，你到档案室去，把存档的那份图纸送给专家。好，好。档案室。
把海鹰图纸交出来。这图纸飞鱼专家等着要看。飞鱼专家不应该把手伸到海鹰里来。老冯同志，这样做太过分了吧？是谁做的太过分了？事实已经做出了判断。这就是事实。请专家先看这个，回答这三个大问号。拿来。这，潘总工程师，你是个有知识的人，你想过没有？你这脚跨进去容易，拔出来可就难了。海鹰图纸送给专家，你知道这后果有多严重？严重？严重在哪儿？我齐大同是有头脑的，你唬不住我。老齐呀，我觉得你有点麻木了。我们都要好好学学这个。列宁主义万岁！我都看过了，这里边讲的都是些政治理论问题。我问你，这能解决海鹰的问题吗？这里有指引海鹰飞起来的方向。空话！要是这样能使海鹰飞起来，我齐大同的嗓门比你还要高。咱们要实际点，没有别人的帮助。646号材料你怎么解决？专家丢下飞鱼那么多问题不解决，反倒把手伸到海鹰里来，哎，这样的帮助你就不觉得奇怪？哦，照你这么说，人家是存心来整我们的了。这就要我们用显微镜好好来分析分析。我分析过，在飞鱼上，压根儿我跟你的观点不同，老齐。心指望着飞鱼，我也希望他能成功，但这是一厢情愿。我劝你，头脑还是复杂一点。飞鱼能不能造出来，还很难讲，很难讲啊！很难讲的是海鹰，咱们就这点水平，不行就虚心点，不要拒绝别人的帮助。老齐呀，你我都是党的干部，在当前这场激烈的斗争中，我们可不能迷失方向。真心的帮助我们欢迎，阴谋要控制别人的帮助，我们要揭露，要斗争啊！斗争斗争，你去斗吧，我看人家还没有走得那么远。老齐。请你出席。好，我一定参加。啊，老冯同志，如果专家问起海鹰图纸，专家不是来谈飞鱼的吗？专家对上次失约很有意见，我担心这样下去要影响关系。什么关系？你是讲你和他们的关系吗？你怎么这样说？我这样说并不过分。
咱们中国人并不比别人少一只胳膊，在外国人面前干嘛你显得那么奴气？老冯同志，我知道你对我有看法，我也感到有一股压力，压得我非要像刘志英那样干不可。可是我，你有这种感觉是很自然的。怀有个人目的的人，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是会感到处处有压力的。老实说，为了我的事业和理想，我不怕周围的压力和打击。你指的是谁？是党？是人民吗？不，我随便说说。老潘同志，可能你不愿意听，我还是要提醒你，作为一个受党多年教育的知识分子，应该和党和人民同甘共苦，走另一条路是危险的。有新的情况告诉我。好的。志华，志华，干什么去啊？干什么？有什么好干的？听说你又不想当游泳健将了？谁还干那个？腰酸胳膊疼，吃苦费劲透了。有回呀，还差点被大鲨鱼拖去，真悬呐！哦。嗯。冯政委，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样生活才好。志华，你想想什么叫生活？怕吃苦费劲儿，没有远大革命理想，不叫生活，那只能叫活着。生活就是斗争，斗争就要吃苦费劲儿啊。你看老梁爷爷，人退休了，心还扑在海鹰上。像你大姐长发师傅，顶着风浪为革命造海鹰，这样的生活该多有意思。怎么样，到公关组去试试好吗？好，走。哈哈，大家都来了。好，冯政委，来来来。志华，你也来了。冯政委让我来试试生活。来，好啊，志华，我们欢迎你。试着花呀，二姑娘，这生活应该试试啊。长发师傅，开始吧。好。冯政委，专家9点要来解答20号图纸的问题，我们这个公关会是不是改期？召开，长发师傅先讲。海鹰给646号材料堵住了路，坐等更好的材料不是个事儿。昨晚上，老冯给我和知英讲了个打仗的故事，叫做正面攻不上，侧面攻。我们一琢磨，有理，想改改设计了，动动材料了。是这话呀，管子短了，接接长，材料热了，降降温。正面攻不上，侧面攻。有启发，很有启发。好吧，老冯啊，专家快到了，到了就来。刘副所长还有补充吗？
我想在机舱里增加一套冷却设备，提高646号材料的耐高温性能。你的设想跟我们完全一致，爸爸。这是我们的设计草图。哦，设计草图都出来了，你们的干劲比我足啊！海鹰是个体积很小的高速快艇，机舱空间很小，冷却装置的精密度要求很高啊。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考虑了，你就大胆地提要求吧。我们两只手早就发痒了。九点了。哎，来了来了，怎么样？人家还是守信用的嘛。我们四级专家走了，做了亏心事想溜，跑到哪里也抵赖不了他们的罪责。你呀，毒死一个海鹰还不够，让飞鱼也陪着砸锅。你看看这个吧。由于你们在联合施治海鹰上的不友好态度，我方决定立即停止执行输出飞鱼协议，为此飞鱼主机决定停运。这是为了维护我们之间的兄弟友谊和国际主义原则的必要措施。讹诈，无耻的政治讹诈。老冯，你冷静点嘛，人家把刀都架在你的脖子上了，你能冷静吗？报告本场消息，飞鱼建造组发扬革命干劲，即将提前完成停体工程，转入安装国庆下水。你听听吧，这就是你相信现代修正主义所谓信用的结果。报告本场消息，飞鱼建造组发扬革命战绩，即将小宋吗？停止广播，转入安装，通知飞鱼车间马上停工。停掉飞鱼，拿什么交给海军？拿我们自己的海鹰。海鹰，算了吧，眼看全厂生产就要瘫痪，提漏的总根子就在你支持刘志一他们狂热蛮干。你把群众自力更生的革命干劲儿叫做狂热蛮干，正是群众这种革命精神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填补了国防建设上一个又一个空白。飞鱼砸了锅，海鹰又泡了汤，还填补什么空白？老齐呀，过去你听见枪响就往前冲，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一谈起自力更生造海鹰，你就那么动摇、胆小、没有信心？刘志英是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专家，夏长发是坚定可靠的工人骨干，你根本不相信他们，不依靠他们，反而让别人牵着你的鼻子走，你真叫人心里发凉啊！好眼力啊！十年来我头一回听人对我说这样的话，不是你说不出来，打到我心眼里去了，深刻呀，可不一定对。谁不想自力更生啊？别忘了，现在是要什么没什么的困难时期。困难时期又怎么样？没有困难要你我这些共产党员干什么？我们从参加部队那天起碰到的困难还少吗？高山党大荷兰，天上飞机扫，地下大炮轰，我们害怕了困难了吗？想后退了吗？不敢和敌人斗争了吗？没有，从来没有。过去在困难面前，我们想起了井冈山上的红旗，长征路上的草根，延安窑洞的灯火，
一个信念，跟着毛主席走革命的路。可今天在新的斗争面前，你呀，老齐同志，你把这股革命精神都给丢了。你怎么批都行，可是现在海鹰飞不起来，飞鱼主机人家又卡住不给，往下怎么办？我们自己干，协议让他们撕毁吧，专家让他们撤走吧，主机让他们卡掉吧，没有他们，我们的日子一定会过得更好。我们从不拒绝外援，可是现代修正主义所谓的援助是绞绳，是枷锁，只要你坚持马列主义原则，不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他们就卡你，整你，勒死你。这帮老爷们打错了算盘，瞎了眼，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不吃他们那一套，不吃他那一套。我们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有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团结奋斗，有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革命路线，我们的海鹰一定会飞起来。尊敬的赫文斯基同志，你走了，这里就没有我的事业和理想了。他怎么这么说呢？念下去，看看你一向信赖的潘文，他是个什么人。未来的海洋动力协会将是我从政事业的一线希望，你所需要的海鹰资料到时一定面交。潘文堕落到这一步，我怎么一点都没看出来呢？看得出来才怪，潘文感冒你就发烧，这些年来谁的话你都听不进，就知道迷信外国，迷信专家。潘文能够迷住你，是因为他搞的那套修正主义东西顺你的心意和你的胃口。修正主义，老齐呀，这些年来你张口科学闭口科学，可就不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门最根本的科学。没有指路灯了，东西南北真假黑白就分不清楚。
老七，这就是你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的根本原因呢。冷吗？冷点好啊，头脑可以清醒些。你在想什么？我又打了个大败仗啊。不，应该看成是个胜利呀。东港的这场暴风雨扯下了修正主义的假面具，使我们进一步理解了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坚持自力更生方针的伟大意义，这就是胜利。冬天到了，春天跟着就来了。老齐呀，拿出当年58团猛打猛冲的那股劲儿来，投入新的战斗。走。就是前进三了，上次试航就是前进三。长发师傅，严密注意主机运转情况。刘志英同志，随时准备减速停车。海鹰，前进三。是，前进三。前进三走了多少时间了？还有最后十分钟。还有十分钟啊。海英，主机现在怎么样？为什么不回答？海英，为什么不回答？海英报告，主机机舱发现蓝色烟雾，迅速查清原因。是不是停车检查？不要再像上次。再等一等。不像上一次，上次是主机响声不正常，这次是蓝色烟雾，情况不一样。海鹰报告，主机检查完毕，没有发现问题。那蓝色烟雾呢？
管道外润滑油引起，现已消失。海英到底突破封锁线了？没有最后突破，前进三只超过飞鱼，前进四才是世界先进水平啊。海英，前进四，同志们，祝你们成功。小青年们，咱中国人也有这一天呢。我眼里看了几十年军舰，中国人自己造这么好的军舰可是头一回啊。多不容易的头一回啊，给我们摊上了，真幸福。老梁爷爷，我也幸福。老梁爷爷，在海英身上还有我造的合格的螺丝钉呢。代表海军指战员祝贺你们在国防建设上打了个大胜仗啊。报告，电报。好，谁来的电报啊？老熟人贺文斯基。哦，我们出于兄弟的友谊，估计你们在制造飞鱼这样先进舰艇不可克服的困难，现特再建议，只要你们同意我方几项要求，我们随时准备运送飞鱼主机以及联合试制海鹰。去你的兄弟友谊吧。这真是我难忘的一年呐。老冯啊，海鹰飞起来了，我也要跟上去。对，老齐，跟上去。弟修凡并不怕我们造了一个海鹰，他们怕的是我们沿着毛主席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革命路线走下去。5年、10年、20年，一步一个脚印的走下去。